有查甫人拍这查甫朋友，查甫朋友赶紧走去便利超商，伊就想袂到这查甫人入去各家规个地米鼎规个蛋粿，来看到讲有人来指控王丹祥迅速了蛋无回失礼，即马这查甫人去北京提出告诉。来看到乌克兰说，这赫尔松地区的水坝即马互人炸废去，啊，淹了八十个钟头。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六月七日公司中道新闻，我是孔阿文。先开始来关心的是独联厂地点的争议。今天有高雄大寮民众去高雄市会九北部条抗议，因是不满进前讲有独联厂想要设在凤山林园，互人拒绝了后，即卖又有厂商是看到大寮，啊，市府是回应讲，要设这种拢爱做民意的调查，那真正当地强烈反弹，市政府嘛未协助。来到宜定地附近挂白布条，民众表达拒绝除灵手，来甲大寮新处理的心声。反对除灵厂。上好嘛有将近二十位民众，趁着高雄市议会市政总咨询前往抗议。沟通没沟通的，只是一纸公文而已啊！你这么里面一直问我们啦、啊，说是什么内容，什么都我们都不晓得的。要捍卫自己的家园，这个不是政党，不是。甚至这个是我家的未来。这片在高雄大寮区新处理拆砍段的三笔土地，有公司想要设置储能厂。顶月底，高雄市经发局发公文，予当地意见领袖甲民代了解了设置意愿，嘛引起不满。这期敢是因为凤山林园设厂的计划失败了后，转予其他业者刷到大寮来设厂。设置的这个过程里面。那还是要这个区公所会跟我们当地的里民来做了解。那我们的立场还是一致，如果里民的表达拒绝的话，那市府就不会同意设置。市府回应，在业者申请设置的过程当中，会按照已经通过的储能设置法规规范，爱询问当地区公所里长里面的意见，一切还未定案。若是民意非常反弹，市府嘛未同意。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明昭全国报道。台南市内最近出现真侪写着即防空避难标识的大壮，啊，不过店家甲民众都唔知讲，这是上大嘛，唔知要去对避难。啊，台南市警方是表示讲是派出所大啦，啊，形体是全国拢同款，主要是要指引民众去附近避难设备，绝对不乱搭。今日台南成功大厦附近的老区，一间无开的店家门口，搭着防空避难的大壮。佫搭配着镜头来指示，不过邻居的商家是讲，唔知是上大的，前面讲要照着指示来行，嘛无清楚骗人地点伫倒位。啊，敢知这是上来大的？唔知。啊，敢知要往对行？嘛唔知，但是箭头往迄边行，啊，行去倒？行去倒？唔知，万一这大了，无人知影这是要创来啊？就不知道去哪。然后他贴的位置呢？就蛮不显眼的这样。可能放在学校的某个公告地方吧，会比较显眼。像这种经过就不会看到啊。最近台南未少所在搭着防空避难场所的大纸，引发讨论。但是民代是建议，就应该宣导给市民知影，家己厝的地下室就是上好避难的地点。也佮有里长、公务人员伫咧避难时阵肩负的任务。这些防空避难，它可能是警察局贴的，可是比如说民政局或者是教育局，它没有把这些防空避难所需要的知识传导给人民。一些为什么要贴这个东西，或者是说，那我们之后避难的时候，在什么样状况要跑到这些避难所，其实很多民众都还不知道。台南市警察局是表示，配合来进步警警署进行大抓的台湾作业，全国统一，各交由各派出所来打。目前已全面完成标示牌的台湾作业。张贴的位置呢，于门牌处或出入口等明显处。若民众对于标示牌的张贴有问题，可就近向警察单位来询问。市府也指出，目前台南市有6948个避难场所，总共会当容纳大约302万人。万一有空袭警报的时阵，里长就必须要引导民众到防空疏散的避难设施。以后内面毛相关的避难设施，并且嘛规划应对，就亲像空袭的教学手册。学生会当更加了解如何来应对。记者郑宏达报道。
在新北市新店今日啊，一再发生这家暴伤人的案件。这小姐因为伊的查甫朋友去酒肆拍伊，伊阵啊走去便利商店求救。店员我有甲伊协助，我有伫遐苦劝，想袂到讲迄个查甫人，阵啊甲规鼎的大米卵啊，而且安尼烧烫烫，因两个人安尼牵过，那造成两个人烧烫伤。穿白衫的查甫囡仔雄雄公公走上街路，找所在避。伫在机车后边，穿黑衫的查甫人一只表就出现，两人对着我走，查甫囡仔佫走向桥上求助。你先来求救，然后他们跑进来，然后我就企图劝那个男生，我跟你在一起在边上。店员赶紧苦劝，反倒倒来，家己也受灾殃。十波人情绪激动，将煮好的地熊卵规鼎提来倒。附近店头惊到赶紧报警察。听到叫救命的时候，可能就只是可能是吵架的感觉。后来就已经看到真的是动手了，很大力拿起那个茶叶蛋，拿着那个锅子是直接敲了几下。然后已经看到 有一个女的躺在地上。十波囡仔头部流血，身躯也真侪所在受伤，超伤店员也烫伤。警方到场将人送医，代志都发生在新北市新店七七透早五点外，两人是情侣，三十岁姓陈的查甫人酒后去上阵，提物件攻击一十六岁姓柯的女朋友，查甫囡仔赶紧走出来，什么人知影查甫朋友脾气有够大，连续动手。全案依涉嫌伤害毁损罪嫌侦办，并依规定进行家暴通报。原件我到现场，这查甫人已经离开，到徛街抓人，发现伊手咬伤，先送去治疗。啊，不过查甫囡仔甲店员拍算提高伤害，超伤的店长要搁损毁，查甫人酒后死亡，也爱为伊的行为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宜兰县的消防局，过来传出刑事了案件，有查某队员指控讲，吼某一个这消防分队长，家己开的门，甲翕伊个困的相片。宜兰县府表示，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定数，嘛已经要求消防局爱好好查办。宜兰县消防局阁传出刑事了案件，一位分队长和女队员指控偷翕。事情发生在三月，伊迄时阵伫个人套房咧困，醒来时阵发现门互人拍开，还佫一支手机对伊咧翕相。入出去发现是分队长，被害者当场要求分队长交出手机啊，确实发现咧困的相片。宜兰县消防局伫七七也开性骚扰申诉调查委员会，任何的性骚扰都不被允许的，请消防局审慎的处理。县府表态，任何性骚扰案件拢无被允准。案件已经进入调查流程，要求消防局开始查办。另外，去年宜兰县消防局也撇出这场性骚扰案件，按过第一时间，消防局以司法的避嫌无适用性平法，后来阁不被予被害者请假，并且批评县府不当处置，再去到检察院提出陈情。诊断他要收住院，要住院治疗，结果消防局在当下的判断竟然是。你应该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还要求说医院端应该要怎么样，看能不能拍到当事人真的住在病院的样子。消防员刚才宽叫促进会指出，宜兰县消防局错误处置造成被害者身心受创，甚至无顾医生的吩咐，要求回去上班。最后当事人只好离职，要求检察院介入调查，纠正宜兰县府甲消防局。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六月七日是世界食品安全日，食药署开记者会公布食品加这药品上新的监测，讲药品的部分有六十件的西药有欠药啊通报的案件。啊，这好事多每个的调查，业者有提出四项改善作为，会交予六月底专家会议做讨论。美食卖场Costco包括真一种冷冻芒果和下间味道污染，在食药署要求之下。卡斯科赶在五月三十日最后期限提交将近九百页调查报告，佮提出四项改善做法，包含增进人员健康监控、加强原料供应商加工厂卫生加水质控管、加强员工接触制定的卫生要求，佮承诺成品每一批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不过，食药署表示，
资料会交由六月二十日专家会议进行讨论，但结果出来，佫决定确实可，唔过是唔是改进？六月二十号，我们的咨议会开完以后，觉得没有办法厘清相关的疑义不能确保未来的产品的安全，我们就还是会持续的暂停受理。另外，在药品部分，销售接到54件西药欠款通报案件，已经有60件，其中调查无欠款有13件，建议使用替代药品36件。另外，基层药局传出第一线抗生素阿莫西林欠款问题，销售表示已经请厂商保留一定比例给药局。口罩就是也解除管制，然后还有整个气候的变化，所以这个呼吸道的感染症增加了，所以呢，现在的使用量就是达到2.45倍。小数指出，即马各国解封用在治疗呼吸道疾病抗生素阿莫西林需求量也增加。目前国内有九种药品许可证，疫情期间呢，2021年。今年健保需要量差不多是3600万粒，已经请业者继续增加生产和输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方面消息，乌克兰当尾反攻的时阵，即南部俄罗斯军队所掌控的赫尔松的水坝，煞汹汹被人炸歹去，大水淹了真侪砖头。赫尔松这个城市有那淹水，将近400人赶紧撤离。在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地区涅伯河顶的新卡科夫卡水坝，顶头有一座储水量1800万立方公尺的超大型水库，唔呐提供当地农业灌溉加居民饮用水，也是欧洲上大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核反应炉冷却水的来源，也佮把水输送到克里米亚半岛的主要通道。昨天早起，水坝和不平设立炸毁了，水对破坑泄出，沿岸80个村拢淹水。新卡科夫卡市有名的建筑文化宫一半拢浸在水内边，看到天国对伊的门口守过，外面看起来真奇怪。估计这场大水要4-5天才会退。当地官员讲，已经紧急撤离40000位居民，其中涅伯河西化乌克兰军队势力范围有17000人，东化国军掌控的地区有25000人。Все плавает, вся мебель, холодильники, продукты, все цветы, все плавает. Что работать,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ю. Да, еще больше ненависти, еще больше люди, и хай бы вони всі повиздихали, хай б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讲，水坝被破坏了，已经有150吨的原油对水坝机器内边流出来，所以来可能也够有300吨的原油会流出来。科学家讲，就要等大水退了，才好多全面评估对环境的影响。因故一位前政府官员警告讲，这可能是自切尔诺贝利核灾了上严重的生态灾难。受到这件代志的影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加环卖计销，吹灯也拢开始起。后边国际社会拢谴责这件代志，基辅加克里姆林宫互相指控对方是凶手。乌克兰讲水坝是伫咧俄军的掌控区内边，这是因为了被阻碍俄军反攻行动所变出来手段。伊拉当地亲普京的国会议员是讲，这是乌克兰军队为了被破坏地雷区所执行的军事攻击。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讲，即马也无具体证据会让知影代志是谁做的。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英国哈利王子控告这英国镜报集团的案件，哈利是亲身出庭作证了。真侪媒体伫咧等待，载着英国哈利王子的车总算出现伫伦敦高等法院外口。当地时间七点早起，哈利王子出庭作证，并且接受交叉审问，是132年以来第一位出庭作证的英国王室成员。His case is that the British tabloid press has essentially ruined his life by intruding on his privacy, by ruining his relationships with girlfriends and members of his family and friends. 跟英国媒体说过，哈利王子指控英国小报发行商镜报报业集团 MGM 旗下记者用非法的手段得到伊私人生活的消息，批评英国的媒体跟政府互相勾结，和国家的名声变坏。被指控的英国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也是《每日镜报》的前编辑皮尔斯·摩根，即个人简短回应讲：“祝福哈利一切顺事。” What do you think of Harry's accusations today? I didn't see it. I'm sorry. He said your behaviour was vile and unjustified. What do you think? I didn't see it, but I wish him luck with his p r
privacy campaign. MGN 承认非法收集哈利的资讯，并且回失的，严格否认其他的指控。但是对英国王室的成员来讲，出庭作证是超过一世纪以来的第一遍。哈利在七月一日出庭，英国王室对此事无发表任何评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股市昨暗即震荡收红，国内大股今仔开悬，盘中伫航空加台积电供应链带头之下，指数起啊即16891点，创下最近即一年来的新高。台积电股东会有讨论里头，有那国内相关的族群股价大起。分析师表示，大股底线后期有那看起，暗个爱注意成交量即马有继续萎缩这问题。气候变迁应用法来实施了后，环保署决定要成立减碳的专案。环保署是来说明讲，待会要来有个三个做法，会针对台湾的碳交易所，啊，过来减量所生产的碳权，会优先提供有责任爱减量的开发单位爱承买。影响二零二零年排放目标，到来针对排放大户征收碳费。另外一类有减碳压力是宽平审查时阵，开发行为会增加碳排的开发单位。将来台湾碳权交易所成立了后，这些单位会当透过这个机制买入国内减量的额度。它就是在我们国内实质有减量，那我们希望呢，它能够优先来提供给有这个环评要减量抵换的需要的这个开发单位来使用。环保署已经建立每合交易平台，后面将碳化老旧汽机车变电动车的碳权转卖予新竹科学园区，亲像机车收购价1500元。环保团体认为，类总量管制制度有助减碳，暗个会当认定碳权抵减的项目，亲像碳化做电动运具。家节能家电应该爱定期检视，有可能算上少真实的减碳成本。只花了1500块，上就要把整个政府各级政府要花15000块以上的这个补助，然后所带来的那个碳换的效果，只出1500的单位，却就是把那整个的减碳效果全部拿走。赵家伟指出，碳化做电动运具的抵减方式，在国际无符合高品质碳权认定标准，应该重新调整，才会错失咱国内加速减量行动的机会。针对气候变迁应用法公布了后，各界对于减碳有一挂疑问，所以环保署宣布设立减碳专线，来解决各界的碳忧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其他消息，两个月来第二届访问台湾的 AIT 的主席罗森伯格，今天到立法院拜会了立法院长尤锡坤，加各党团的代表。啊，外界所关心的，就是伊即届来要见啊各阵营的总统参选人相关的时间。两个月来第二摆来台访问的 AIT 主席罗森伯格，这摆重点是代表美方甲国民总统参选人交流对话。七七前到立院拜会，院长尤锡坤甲国民团代表闭门会谈。Hi, Madam, how's the meeting?面对提问，王秋秋无回应。暗过，伊顶一摆访问台湾，已经见过民进党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也伫民进党参选人郭文泰访问美国期间见面。大家关心甲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见面的时间。我的理解一定会对，三个候选人进行非常好的沟通。我的理解已经在安排了，没有所谓相对不熟。那我相信他来这边应该是会收获满满，也让美国更加了解台湾相关总统候选人很多的公共政策以及外交国防议题的看法。罗森伯格到台湾的时阵，就表示美国未伫台湾大选当中选边，也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选举。伊控制说，不论是倒一位候选人当选，美国拢会继续跟台湾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若果关好进前，有学生囡仔电视太阳能的发电的架加电池，啊，不过有那引起反弹，可能自己讲啊无实用。国防部来拨回讲，这是学生的作品，将若果退将帅化名是表示，那真正要来啊抢这個，官兵可能爱倒平地涂骹，还是趴地涂骹，安尼才会当发电。国防部得到政府的力量政策，也得来杀国防力量。陆军官校机械工程系学生就展示太阳能发电的建设架加单兵锂电池行动电源，严格引起人批评讲无够实用。国防部澄清讲，这是学生的作品。李伟阳讲，这不是正式的军用品研发。学生的创意，未来老师继续指导，逐步修改，一定会做得更好。本席也希望外界给国军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因为锂电池有容易烧、容易爆炸的风险，若是破去，更加容易烧起来。有军事专家就讲，太阳能的建设家一边是太阳能板，另外一边若装电池，官兵穿在身躯顶了就真重啊，也可以当排偌济物件嘞。前陆军的退休将领谢化明认为，用太阳能建设家在岛边或者是泡伫咧涂骹才会当发电，实用性无悬，也可以影响官兵伫咧作战的时阵倒拍兵势。上严重的是容易被猎黑相机看到，变成真明显的目标。第一个，你增加了士兵的负荷；第二个，发电的效果非常微弱；第三个，它的用途是什么？第二个，你这个反光板你自己暴露你自己的位置，你很容易被敌军击中啊。他收到的那一点点微弱的电流，这个战争一点帮忙都没有啊！他完全没有办法挂在装备，那你的弹药、你的其他的装备，你没有办法挂在身上的时候，这其实会造成你作战上的妨害。太阳能板被击中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些它的就是可能有些碎片啊，那可能有些东西是有毒物质或什么，也会因此这样击中人体等等的，它会有一些不是很合用的效益。学者讲，建设家会当给官兵炸更加侪物件，因果若伫咧顶头装太阳能板，顶多无法度搁再放其他物件。在国外有一种做法，就是把太阳能板装在牌子上头，或者是认为虽然要鼓励学生要有创意，但过指导老师也要让学生了解到理论和实用的区别。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确定这军工到明年加薪4%，但国军的教师团体是指出，导师的工课真重，职务的加薪煞只有3000元，也已经11年无调整，不问这届麦当调管。中小学导师工课是真多，下班了后阁爱来待命进行甲家长的沟通。虽然逐个月有3000元一月的加计，同时教育产业工会指出，工课是真重，无成比例，真多老师无愿意做。其实导师遇到很多问题哈，动不动就会被送校事会议，所以其实对现在老师对老大家对导师几乎都是很恐惧哦，做个几年大家都要跑掉。高中老师蔡永强讲，一控备课纲实施了后，导师爱指导学生选修课程、管理自主的报告。面对真复杂的升学制度，随时爱回答学生甲家长的问题，拢无加班费。伊是无法度理解，为什么军公教加薪拢是无想到导师费用？如果导师费它是属于薪资的一部分，它有法源。那么他就应该按照调薪，每次的调薪他就不应该被忽略。这从11年来，只有呢把导师费终于进步一点，改成职务加级，他没有因为他是职务加级而加薪。加薪排除导师一辈加级。教团是认为会冲击学生的权益，希望教育部来提升中小学导师合理的薪水。教育部回应，导师甲特教职务加计的调整会看教学现场实际状况，另外按照定数来检讨修正。记者会新志明台北报道。台中市一间做营养午餐业者，予人检举讲用无源头的鸡肉当作是国产鸡肉，提供予30多间的学校做营养午餐，也阁有共领这奖励金。教育局表示讲会把这奖金录转来，有哪会含业者解约？业者是来强调讲拢是国产的，只是无符合农业局所认定的国产的源头这部分。团成业者一早起就无闲去准备出货，准备送餐到各个学校。不过台中太平这间业者却被检举，伊是用无肉片烧完的鸡肉混充国产肉片来出货。台中市府接到检举了后，嘛采用稽查，现场虽然无查到具体事情，不过业者确实嘛无再到提供棒棒糖的进货资料，以及国产烧完食材的证明。目前是拿不出那一批有国产证明的那个食材的一个证明，因此我们认为是说，你拿不出证明，那可见就不是国产食材证明，那是，所以我们就依照相关的一个规定来移除。台中市教育局表示，这间业者共给全市34间各中小大约20000外学生的营养午餐，目前兑回去年度国产食材奖励金53900元，今年度奖励金也会来取消。业者出面解释，因为禽流感真严重，
鸡排来源真欠，原本应该向电仔请上来进货，后来转向在车厂来买会员，虽然拢是国产，不过无符合农业局所认定国产小丸的流程。那我们都有提供证据说我们是购买国产的鸡肉这样子，那但是农业局就认为说，那一个溯源标章是骨腿，不是你的棒棒腿，那这样是不行，所以我们是部分天数的棒棒腿取消。业者表示，工厂内底都无使用进口肉品，棒棒腿无符合溯源的规定，也已经取消使用。不过教育局早伫咧5月11日就已经稽查业者，所以等到6月5日消息出来了，才发文给国校，而且将业者以伪造文书的罪嫌移送法办，也有民代质疑是否有意思来偏袒。对此，教育局来解释，因为稽查了后，要求业者提供溯源的标章，不过业者一直提不出来，才进行后续行政程序，并无意思来偏袒。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咱知影气候变迁影响到农渔业，伫中华宏远的沿海，最近有真侪海草甲这蚵仔田拢砍掉的，总的造成有一半蚵仔死亡，灾情真惨重。我拦袂起来。现在估计就是规大批海草，中华宏远的蚵仔人要哭无目屎，因为看过去沿海蚵仔架顶悬砍一烟高高的海草，那亲像有青色的地毯，致使蚵仔仔大量死亡。科苗进的是拢已经在保护地内底，拢无会成长，就自然已经达到死亡啊。自我有生以来吼，我插蚵仔头30年，唔捌拄到安尼啦。应该这是百年以来头一次啦。蚵仔人讲，几代人饲蚵仔百年来，毋捌看过这种情形。今年收成恐惊拢去了了。另外一个提早抢收的蚵仔人嘛，无多欢喜，因为蚵仔壳拢予海草填掉的，要处理要加开真侪人工。我去咧要摕回来时，排处理啊，伊规个过条，你要甲挂一条，挂一条锁啊，都爱骗鬼才有法度啊。彰化县政府农业处紧急到现场会勘，初步认定是极端气候造成沿海海草大生团，估计宏远乡沿海蚵仔田蚵仔死亡率至少50%。当地村长表示，蚵仔田受海流水影响变化快速，希望政府会当放任认定天然灾害补助。今天还好好的，可能明天去的时候完全就变了，所以我希望相关单位在这个科的部分希望是可以的哈。可以从宽认定科田如果有遭受损害的话尽速跟公所通报，以利县府这边掌握最新的一个情形那及时通报给中央启动救助作业。县政府已经将大规模灾情通报给中央，呼吁启动天然灾害救助，佮提醒受灾蚵仔人会当将损害情形翕相，写明翕相的日子、蚵仔田、卫星定位这些资讯，以利后续公告现金救助时阵会当加速向公所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来看土豆，今年初到3月中，因为低温对着土豆开花授粉不利，起码要六月啊，土豆又搁拄着常常落雨，有哪造成有诶土豆拢烂去不芽。起码云林县府农业处是会同相关单位来进行会勘损失。打扮起来土豆，大部分拢已经烂去发芽。今年六月份后，多是云林土豆采收期，但近期多多少连续落雨。刚马上出日头，天气变化大，后尾年一季的枯豆陆续传出灾损。我也都40%有，哎，40%啦。咱应该唔，照讲应该唔啦，40%。我迄较熟的拢叫烂去，到即马剩一寡较落尾佫生产的。大概即个枯豆品种吼，就是烂头佫失收，吼，啊，离土库这边的面积吼，差不多损失的面积超100公顷啦，吼，啊，失成的成数差不多有30%。文管会农业处表示，云林今年一季枯豆种植面积达4200公顷，以土库作为定向原种乡种植的面积上多，但近期陆续真侪枯豆农反映灾损严重，只好上个农业处会同农改场现勘。我们这几天其实雨势一直下来哦，所以我们就听到很多农民在反映除了结果率不好之外，还有个发芽的状况。温度越低或者越高，它授粉率就会越差。简单来讲，就长的话。长的花生同样的开花的数量，它的结荚速度就比较少。台南区农改场表示，枯豆开花授粉期适合温度在23至28度，但今年初气温较低，导致授粉无好，含气候变化大，拢是枯豆失收的主因。至农业处就表示，还有农民闹枯豆灾损，要赶紧到当地公所通报。
经管府统计后，中韩请农委会以天然灾害救助扩到每公顷30,000元。继续用五年报道。桃园公幼教非盈利的幼儿园今年欠额621个人，市府现在还在拍算要设新的这个幼儿园，到时欠额可能会更多。教育局局是回应说，这欠额主要都是在偏乡，幼儿园需要放这教育资源。桃园市政府托幼政策主打公设公立甲非营利幼儿园，教育局今年招收8000个幼儿，扩约621人。桃园市教育产业工会这边新生儿人数为2019年22,493人，较2022年降到18,205人。市府依然按算新设18园，总共93班。那安尼会乎欠业状况会搁较严重。非营利及补助公共化，寒暑假学生可以上学哦，还有课后哦，他们可以留到7点的冲击下，导致公幼的学生数逐年越收越少。针对公幼欠业较侪，我个认为算休寒休假加课后留班了后，读公幼看得倒较贵。桃园市教育产业工会表示，费用其实差不多，这主要问题在教育局，虽然每年降低收成比。公幼为1:14，每年降到114学年1:12。不过，依然要考虑公幼，除了面临非营利甲准公共化幼儿园抢学生以外，还佫面临小组化问题。要求教育局依照地区需求重新调整数量，严格管控幼儿园的数量。缺额大部分都会集中在偏远地区幼儿园。那因为我们考量偏远地区的资源挹注仍有其必要性，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提供偏远地区小朋友入园机会。教育回应，招生欠额集中在偏乡，幼儿园爱护教育资源，消除城乡差距。现在主要集中在北德、青埔这些所在，会全面检查幼儿园数量，继续配合教育部降低师生比政策，加上即马3到5岁班级转型做2岁全班，满足托幼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在这消息继续来关心的是，宜兰宜山有这小农感觉，宜兰的农舍愈去愈多，农地流失嘛真多，啊，家己租的这农地嘛常常做法一半，互人挂讲要卖了，所以伊即马决定要发起一平地租的计划。这几年在宜兰的田内边，常常看到农地顶头菜要卖的白影。宜山乡青冈村的小农宋乐金，伊做的这块农地也菜白影讲要卖，感受到这几年宜兰县农舍愈去愈多，农地流失真严重，所以就发动一平地主的计划，找支持友善种族的地主，做伙出钱买750平的农地。这段时间我们就开始招募有意愿的地主，那就到7月底的时候看看有多少一平地主。然后就来去看看能够有多少能力买下多少农地。这么已经募集到456平，按算搁要上到7月底。结果甲参加的人最近讨论买地的代志，到时才看一平土地偌侪钱，大家出钱。结果做好宋乐金20年，继续悠闲种作。宋乐金也是万都新华小农社群的执行长，伊讲即个种日本关厝边的农地，以后地主除了会当摕到一平土地土地权证，也用这种米来做清酒，或参加本地计划的民众一人一罐，当作20年的租金。确认要成交的时候，他们才会真正的把钱付出来。对，啊，这个钱付出来，其实也应该是一般来说是不会经过我们，就直接会经。到地主那边。根据宜兰县政府的统计，宜兰县自2018年到即马，申请起农舍资格审批的案件大概1800件，每年核准300多件。农地流失一直拢是宜兰长期以来的问题。不过，一片地主敢有法度收掉农地，一个以后伫个产权是毋是有甚物问题，可能爱到时才会知。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府要检修这卫生餐具的问题，要起一间洗碗工厂，嘛规划要先予东大门的夜市啊，会摊贩先加入。啊，不过说一顶碗要35块，啊，一挂人认为讲安尼伤贵伤合咯。听讲花莲县政府的洗碗工厂要先加东大门夜市的打纳入示范，业者拢感觉真为难，讲即马已经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因讲若洗一顶碗要35块，应该无啥人买。哦，这太贵了，成本考量，如果再多一个碗35块，可以讲说入不敷出啦。合理范围我们都可以接受，超出太多的话，是不是需要再重新评估一下？
关于我也感觉真憨，找即早起请环保局到要去洗碗工厂的地点会勘，请管区说明为什么所在离亚车这么远，一个35块是安怎算出来？35块，我们在目前店家的反应上来讲都是太高了。参加的店家会不会很多？这些事情我都觉得堪虑了哈。花莲县政府的投资一定要做精密的计算，你才投入，要不然你未来盖了以后，有可能会变成巨大的一个文资管。环保局讲，为了要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编6000多班去洗碗工厂。因为本来建的所在电无够，再另外找所在，又搁增加2800万左右。收费的标准是有算过，会当帮助粪扫源头减量。这个单价我们也有访问过，你他们请一个洗碗工，一个月也要20000多。我们没有强制啊，我们有调查过，现在几乎有70%。严国议员讲，环保局甲东大门夜市的通信群组有真侪业者提出表达不满。环保局主要是解释讲，毋是洗一块碗35块，是无论餐具的数量偌侪，一个月收6000。洗碗工厂即马已经发包，差不多300天会当完工，一工会当洗8万件餐具。开始了也会继续宣导，请业者加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美国商会今天发布今年度的白皮书，对着政府提出一寡建议，有哪指出对着台湾的能源发展感觉烦恼，头一项就是要政府确保用电确实有够，嘛希望政府会当提出明确的规划。在了台积电股东会顶端，股东提问上者，不是公司未来发展是烦恼电的基地。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台湾的政府认为我们电是够的，那我们只能相信他。除了台卡一阵笑声，外界同款要基本，国内绿色能源供应是毋是充足？台湾美国商会发布自2023年台湾白皮书指出，台湾虽然大幅调整能源结构，但过进度依然落在后边。台湾的这个未来一定是需要更多的电的，所以不是现在的问题，从现在开始要看的是将来的问题。将来的问题怎么样子能够符合台湾全方位需要的需求？它需要跟我们业界呢做更多的沟通。确保供电充足，正做今年白皮书焦点的议题。商会指出，政府需要采取紧紧而且稳健的行动，提出明确规划蓝图。不过，同时也肯定台美双方第一次正式签署21世纪保险倡议修会协定。我们非常高兴已经看到正式的签署，但是签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milestone， 但接下来要怎么样来落实，怎么样来执行，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具体的蓝图跟时间表。台湾美国商会在去年所提出的102个议题当中，只有8项得到解决，所以商会也希望近期之内增加委员会和相关主管机关之间的会议沟通频率。记者综合报道。明仔是汉尤里环保团体今仔是举行记者会，针对着已经通过相关的汉尤法令，提出因的建议。这个风力发电是很多是欧美国家来台湾投资，为了符合台湾的法律，都要做一些调查、监测。但是那些资料有部分公开，但是部分公开是很危险，因为我们没有完整的资讯，所以没有办法判断这些开发是对我们的生态、对我们的社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到底我们要不要继续做？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现在是快要进入第三阶段。环团表示，讲应用这绿化风场大规模的开发，主管机关应该主动较拍拼进行相关的监测。另外，有哪项要爱设置海洋空间规划甲管理法，有哪爱照着后面的规定标准，安尼才会当来监督相关的开发单位。来看到绿岛海域的巡逻生两单结束，啊，不过有呛水的高人又搁记录到有种海绵啊生物来生两落，有哪含这巡逻生两同款，这画面亲像在绿色，啊，不过这是啥物品种，嘛爱搁专家来确认。潜水高人用微距镜头的摄影机，在绿岛老门岩的水底记录到大洲顶冠的海绵当地的生卵，都亲像酸黑的生卵同款。会喷出白色一粒一粒的卵，都亲像咧绿色同款。因为绿岛的酸雨，生卵才打生刷，接刷阁换海绵的生卵。这个潜水教练一个翕到是真欢喜，在网络顶甲大家分享这个真罕见的画面。因为海绵就袂输是海底的过滤器同款，因的存在对绿岛海域优良的水质有一定的贡献。
海绵基本上在海洋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它就像滤水器啊，它一天可以过滤很多当地海水的量。不过，这次记录到的海绵，并不是英国去予记录到桶仔形体的海绵，因为海绵是地球上上界原始的多细胞生物，演化到达已经有万多种。这次绿岛记录到海绵的品种，还需要经过专家来确认。记者宋霞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在替动物园内底出世的石虎在进行野放训练，啊，不过有一只进行野放的石虎，因为遭伊家雕被人抓到，所以即摆研究人员呢，搁要搁一届野放，有哪替当地家雕做报告。啊，先把材料扛过去。哎，对对，啊，先长短杆就好了。石虎保育协会甲屏科大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的工作人员，当日为农民保养鸡条，因为一只进前伫附近野放港的石虎，走来遮偷食鸡。我晚上特别注意，就看到它再来咬我的另外一只，我把它赶走，它就被我赶走了。我有看到。这只石虎走入去农民的幼保笼了后，暂时放收容伫笼内底。在处野放进前，研究人员有真侪爱烦恼的代志。比如说他要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就会担心他会不会，他不会看车，然后车一过来他反应不及，他就会被撞到。或者是像这种浅山地区很多的狗，所以我们也会担心说这些流浪狗啊，他会不会去攻击他。提出手机啊，播放狗的叫声啊，工作人员来到人啊头前，制作各种噪音。这款的行为叫做处鼻训练。希望他做一个连结，就是觉得哦，接近人，那就会有这些负面的状况，很大的声音接近他，或者是就是有一些负面的观感，那让他觉得人类是很可怕的，那他就比较不会想要接近。我开了。人啊门一开就好，就真紧冲出人啊。研究人员黑暗就开始进行无线电追踪。他到后期到斯坦这一块的时候，其实算慢慢稳定下来了。现在就是再野放的话，不确定他会往就是他没有去过的地方走，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多留一点会比较好。就算充满各种挑战，野外毕竟才是石虎真正个家，咱会当做的就是将各种风险尽量降低。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会当投会当共的选手17岁的林胜温，含着美国的辛辛那提红人队签约了，签约金是120万美金，5年来会当起来大联名。正式加盟辛辛那提红人队，林胜温第一遍穿西装，特别换阿比做红衣坐正面地。红人队国际资深总监崔汉确专工来台湾，对于穿球衫戴球帽。大联盟这是从小的梦想吧，然后也在国中的时候就是遇到红人队这个球探，感受到他们真的对我的用心这样。林胜温17岁，小学甲国中伫咧高雄棒球，高中时阵一个人来台北读高补家乡，是投球、棒球拢会使，二刀流选手，上悬的球速有154公里。红人队讲自国中就该注意，怎么用120万美金该签来。That was $1.2 million, and then we added some money for his education. So, you know, we certainly had competition for Lin, and we're happy to land him. 红人队讲林胜温伫咧各方面拢展现天分，投球、控球拢正赞，严格会先注重伫咧打击加守备。林胜温是希望用二刀流的方式参加比赛，家己有些目标。投跟打其实都蛮喜欢，就是希望两边都可以走吧。希望能在5年内上大联盟啊。Let's not put that pressure on, on this kid. I think he could be the best two-way player we've ever seen from Taiwan. Let's start there. 家族有18人到场收听。林胜温讲，真感谢父母的支持，怎么已经开始在练英文，也把身体顾好去美国打拼。伊的目标是希望5年内会当上大联盟，稳定参加比赛。记者综合报道。关心血亏了，为滴湖南全世界头一组做血亏了，杜凤德最近公开，讲要甲血亏了坑伫420米深的这半礁下卡，这敢会当减少对着环境辐射的风险咧？专家讲法嘛无共。
大型的灯会将研究一块防空照个光影影，在土卡四百多公尺深的芬兰安克罗核废料储存库，是全球第一座核废料存放地，有欧洲上大核反应炉的欧基洛托核电厂就将核废料放在这。Tarkoitus, että vuoden 2024 alussa niin meillä on valmius yhteistoimintakokeeseen, mikä tarkoittaa, että testataan niin kuin tuotantolaitteella tätä loppusijoitusjärjestelmään. Ja sen jälkeen sitten pikkuhiljaa, kun me on itse todettu se. Ankelo on tuotun koo kohdassa ennionnan 6500 ton jo.设置目标是要将核废料存放伫个长五公尺的特殊容器当中，各用南么控防住防空。这计划伫自控控四年启动，最后一部分工程会伫自控制四年动工。负责单位也表示，存放地点附近的核废料污水，十万年了后都无危险性，未来芬兰人应安心啉。他加速批评计划无重视核废料可造成腐蚀的情形。Monissa Euroopan maissa voi olla, että on enemmän sitten ehkä tämmöistä vastustusta ja kriittisyyttä, mutta pikkuhiljaa on alkanut asiat ehkä muuttumaan.这几年，部分国家开始考虑使用核能，避免制造更加侪碳排。根据芬兰能源贸易协会调查，68%芬兰民众支持核电，包含瑞典、瑞士和法国拢经选好核废料存放地点。不过，如何跟当地反对的居民协调是真大难题。环境学者也烦恼核能安全性和核废料辐射风险。公司新闻，刘冠平报。咱台湾已经拄也是一厂两部机组，因为相关的作业调的，英国咱廖邦无法度退出罗心。台电表示讲，法院已经要求新北市爱来核定水保计划，有哪好由新北市府爱依法行政。已经完工十年，一厂涉外大组设施还未通过水保计划，弟弟无法度启用出现机组已经拄用，英国咱廖邦依然无法度退出罗心。台电形容是全球罕见现象。台电指出，民国1800到1807年，总共上申13次追保计划，拢无得到同意，最后才走上诉讼。既然法院判台电胜诉，呼吁新北市政府依法行政。我们是呼吁，就是说新北市政府能够根据这个法院的判决，尽快来核定台电公司所提的这个水保计划，让台电公司能够尽速来施工。已经送到没有重送的问题吗？没有重送的问题。新北市农业处表示，因为法院认定园林会是储存设施安全性的主管机关，所以尊重法院判决，无过上诉。不过也强调，台电过1807年了后，都无过送追保计划书到市府，呼吁赶紧送到会前议定书检视甲核定。那新北市府基于核安的问题，必须严格的来做审查的把关。那没有计划书，我们就无从重审查。那这跟法院的判决无关。那新北市没有预设立场，将依照法院判决书的结果来办理。迄个大厝设施因为建立废水排放爱改善，爱提水保计划书上线。新北市政府表示，台电送计划书了后，上班100天内完成核定。不过台电坚持，法院要求市府核定原来计划书，无订上问题，两边攻防，然后协议涉外大厝完工启用的时间，是不是顺利，搁增加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波天气，伫北部地区温度是20度到34度，伫中部地区温度是30度到33度。南部地区温度是30度到34度。南部地区是29度到31度，外岛的朋友去问马厝是27度到32度。感谢乡亲的收看，咱再会。